可能大家对于亚历山大大帝并不是十分了解，但在欧洲要说到亚历山大大帝可谓是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亚历山大大帝率军横扫欧亚大陆，但他在攻占印度权竟到达中国边境后为何却进行撤退？难道他也害怕这个神秘的东方古国吗？经过详实的历史资料查询，我们发现真实的历史并不是这样。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当时的历史情况。亚历山大大帝出生于公元前356年，他军事才能极度突出，被称为欧洲历史四大统帅之一。亚历山大一生南征北战，他的梦想就是不断扩张自己的国土，而占领了印度全境后，他风头又正盛，怎么会不敢连续进攻呢？我认为有以下两点。一，亚历山大受到知识限制，他到达印度洋后认为那里就是陆地的尽头，于是他就撤兵回归了。二，亚历山大大帝此时已经率兵在外征战了近十年，士兵们十年未与亲人见面，此时好不容易攻下印度，前面又没见到新目标，他们就吵着要回家。亚历山大帝也熬不过他们，毕竟此时军队已是一支衰兵，而衰兵则必败，于是他们就撤兵退去了。此时的中国正处于春秋战国后期，秦国经过商鞅变法后已经愈发强大，此时亚历山大大帝带军攻入谁胜谁负还真说不定。